美综合报道，女星张钧甯顶住高学历的光环出道，举手投足都散发知性气质，长相如天仙的她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昨日她贴出与妈妈聚餐的照片，张妈妈保养得宜的模样，完全看不出已64岁，两人站在一起宛如姐妹。张钧甯从小便父母离异，因此他与妈妈的感情非常好，时常带住妈妈一起出游。工作忙碌，他似乎趁主空档与妈妈提前庆祝母亲节，只见他准备了一个大蛋糕，还颁发了一张奖状，上面写着最棒的妈妈，创意十足，并和妈妈一同亲密自拍，母女两阶对住镜头露出浅浅微笑。令人惊艳的是，张妈妈脸上几乎看不见岁月的痕迹，无论是脸蛋和身材都保持得相当完美，逆龄美貌引起热烈讨论，让粉丝直呼妈妈太美了，说是姐妹我也信。张钧甯是知名的气质女星，翻摄自张钧甯微博，张钧甯哟与妈妈欢度母亲节，翻摄自张钧甯微博，张妈妈左看不出已经64岁，翻摄自张钧甯微博。